一帅来去吼，讲我用轻啊，因其他换四部片吼，这嘛是咧讲经过真侪文化工作吼的这种内涵吼，走到互你搁进一步发现，我用西丽七巷的案例吼，互你来看一点啊思考吼。过去对西丽，即马去西丽就是还要看西罗老街哦，看建筑我讲唔对啊。去西罗爱重新讨论，什么叫做客家人？西丽聊一半，姓廖的接一半，姓廖的内底叫做上廖。生的时阵姓廖的，死的时阵姓张，因迄当时姓张的要走来台湾的时阵，也强烈因都在含姓廖的做伙搞，往往叫做姓迄种廖，但是因拢交代张含廖的袂使通婚。啊，咱来看一段，因迄当时安怎，即个西丽七巷的一寡悲伤的代志啦，算讲。也是在这里。还是他在楼上啊？好快，好黑。暗暝啊，就是跳空过来看嘛。我读着说安尼做起来，一个领导发到八件起来。太浪费，拢无啊！我搞弄来，弄来，反正我弄来手底了。一百一斤是关刀，一百二十斤的。这么肥看弄呢？快去，快去，去去按火源。闹什么鱼啊？这个讲啥个啥？这小段咧讲，是咱还无进步，是咱台湾的医学进展，一个舞蹈馆，伊爱开销真大，一群人爱练舞，啊练舞一定会受伤啦，这运动伤害拢知啦。但是要怎？边啊一定因爱一群舞蹈馆边啊，就爱有一群药馆。啊！这间药馆唔来，咱开了去做生意，佮依咱家己来。啊，佮来就是靠组团的功夫啊。所以咱咧看黄飞鸿故事，你看，我有时仔看了一万趟，啊，黄飞鸿伊做做就爽者，然后唔是伊做甲死。啊，咱台湾西丽七巷啊的故事到即嘛，伊即嘛上悲哀的是练武术的人，无人要想，无人要爱啊，无人要学啊，大家干那咧嫌少年时啦。少迄个少林寺，啊，搁来咧，少林寺，啊，搁那上严重的是，咱的迄种迄个汉医，咱的这种药草的文化，嘛无用。所以你看，伊这有图鉴，你看，顶多日本人，迄东西通知咱台湾，诶，伊爱去甲了解了清楚，因为因记忆最清楚啦。1895年要入来台湾的时，来到西丽溪，有一群人。练舞头的，我都给他打到这样，所以这件事情记了啦。做翻脸教育的时候，先给西丽这些武馆先给约束了。所以你觉得武馆不可能的，尾啊转成什么？开始可能会当庙会的时候出来练，那个把拳头含那个缩缩变作可能会当那个什么舞龙舞狮，舞龙舞狮啊。村内你袂使顶天啊，唔是啊，等下阮阿公你要搞拍着，所以这个代志最严重的啊。可是到后来拢无去，啊，所以这个对西欧人来看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啊。Thank you.
完了，当咱搁倒转去庙会的时候，你终于懂了为什么那五人五士的前面，看他开始的时候，前面那个人会打一段，而且打一小节啊，当都不会打的时候的表示啊，还了了，是不能无去啊。啊，他们就是以前只能隐藏到这样子。啊，应该突然还要拍一段了，伊讲以前咱拍龟头的，什么叫龟头的？啊，知，即卖嘛杀无啊。龟头的是啥物？人家拍的是一小节，叫做美术咱的写论文头前的摘要。哦，啊，电影叫做头前的广告啊，你啊。啊，所以以前你会当看到有诶，因会摕金纸，两块人要隐藏，互人卖讲伊真正毋爱拍过，吼你。对咯，搁来因是客家的。伊当时一群人叫客家的老师的，拢叫做拗客，就是十后个讲话拢听无啦。啊，台语真厉害，就是像那有一种话都咱都听无，客家的嘛听无因的话啊。伊叫做赵安客，讲个赵安腔。伊的师啊叫做赵安师啊，伊开口师啊。人为了生活不惜劳苦，远走他乡开荒辟地；要一群人为了要苦卡，会当打家劫舍沦为盗匪。所以为了生活，这群人必须爱团结合作来抵抗这的盗匪。安尼故事情节，一个百多年前的西雷，扮演着性命的共同者。以在地文化来讲，最快地方的族群。有一部分是张辽族人采用团队合作的方式，抵御越溪进犯的盗匪，将分散这境内的25个砖头，以每一个砖头的认定数加经济状况，以七条组分为单位，区分整并为七大聚落，称作七桥。在地的张辽家庙状元堂，到即马犹原维持春秋两制仪式。在七坎，伊本身的凝聚力会较悬，含一般的所在较无同，就讲他本身住伫遮的人，拢有宗亲的关系。奉亲太傅。好，这唔只要你看规个啦吼，咱搁来跳一下看，换来看因以上的部分。应下一排，我无生气。军母一碟啊，啊二碟啊，二碟啊头，二碟啊尾，三碟啊头，三碟啊尾，啊搁四碟啊头，四碟啊尾。进行下的武术特色是一两尾，毛人叫做碟啊棍，又叫做金鹰棍，啊则是鹰爪手、鹰眼手等等。手头的鹰爪手，吼、哦，鹰爪手，你我拢牛手吼。哦这手还了正哦哦，啊你为了人无练，无再急啦哦，啊这流是甲这脉脉，弯甲这脉脉，哦啊下是咧大台，大台急甲这弯哦。进行管系统甲进行社互相兄弟管，古团是爱前西武家团型的外跳舞台。创冠周书诞生，又叫做百万城。目前西丽小家当进行管理的，乃是百万城的徒弟行信西祖团。小家当称因的军长为永春军。永春先顶着是爱叫，啊我爱叫八二八，啊第二第，安尼做只是啊。
顶下火，啊下茶，摇金彩刀。乌牙馆系统的特色就是开嘴西，这嘛是乌牙馆丰富客人意涵的证明。而开嘴西的特色，伫外观上是有一个会当开闭灯下的活动式西嘴。人西头的手机是采上下花压的文武手来操作。开嘴西出店时，也介意入庙探视。乌牙馆环管地区主要是以后壁溪北岸的流寮庄头为中心，五处乌牙馆、轮回兼金西馆拢属于这个流派。乌牙馆通在武术上的群路称作布袋群，群舞为三宝女。咱搁跳一下嘛。太祖八门相传，关注上太祖姚匡胤，金石堂的套路相当的丰富繁杂，因此多位金石堂的师傅拢以自家套路真多真丰富而自豪。其实我们在这过程中就不断的从打拳的长劲，一到短劲，对，甚至捷径，然后最后到达寸劲，在这种训练的阶段。在关心伊七坎地区的三大武术流派甲四大武馆系统之外，在西丽还有一支外来的武馆，迄就是为斗南大东传入西丽人工管理的虎山馆。成立于民国70年尾期的虎山馆，目前是由当地的理事长，也是林廖后裔的廖家所主持。在过去，老师傅的教学唔那严厉，也会依据学徒的体型因材施教，所以武馆会当迅速开枝散叶、蓬勃发展，造就当年传奇的七坎武术。啊，我派你，那晚上伊拉拉派你，哎，做起来如果摇呢，你跟咱过来，啊，较大条，好，我那就给你我那卡给你。他说哪里咖啡不好吃，你全在陪人，你咖啡也不好吃，你少，都不要变弄别的。你还得吃点，你还得吃点饭不着。要跑再见。我很怕跟我爸学，你也不对，啊什么动作做正确的，跟你讲了的，二头三尾，他就开始生气了，知道吗？啊，你讲没要，啊，就是这样子，讲没要，啊，你就很怕，你知道吗？要开始骂，他们教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个耐心，我再纠正两三次以后，他就开始也提醒的，他说你俩的听啊，你知道吗？以前在教，唔对就是伏地挺身、家务蹲跳，啊，那无就是走，走，真来咯。好地讲一个目标，唔知为偌济，安尼就细一点，一年上少要三十公斤。哎呀，你经验。我为国校教十几年来，
只要你共教的时间就是咱家己学习，每一个动作甲做稳定，啊，甲囡仔讲，培养因的兴趣，会当培养因的兴趣，只因才会落来。啊，我唔知，你要教囡仔，爱袂使让拄着你，敢有一个控制感，因就唔好啊。对于武术传承，差不多拢爱挖苦学校，安尼对囡仔的教育发展会产生什么款的影响呢？自七十年代的升学主义开始，出现了独尊地域的扭曲现象。要建立文武兼备教育观念，是需要努力的重点之一。伊个支持度即摆以文为主啦，支持度重点是讲咱文即个固定个教方面吼，吼，我下摆啊，到尾咱囡仔要求进步悬，啊，所以讲进步悬个情形之下，变成我感觉讲你个父母个囡仔拢是找袂了，这是最大个偏差。如果你若讲进步悬，原底拢有有较只较悬个囡仔来后，其实他的集中力是很好的，因为伊练武术那种精神个体能，啊，过来读书，文武配合的话，真好命。所以他武术的推广，它是属于多面向的，不是只有伴随在家，你要眼光来看他未来。这批小朋友出去，是未来国家的竞争力。对啊，所以这健康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，让学生达到不仅身体的健康，而且心灵的平和啊。你未来赚这个钱吼，你也无健康的心理吼，你嘛无落去维系着你整个完美的人生了。金石堂太多滚滚木。黄振从现为台东国小校长，为老师、组长、主任一路走来，不管是一个倒一个学校，拢致力于推广武术教育顶端的工作。有了多元入学方案，甲着现代物理学的推广，年轻学子在实质上的动机上，无一定有了正面加持的作用。不过现实的改变甲环境的诱因，也捌予百年武术文化奄奄一息。整个经济开始蓬勃发展，大家拢去赚钱啊！哎呀，一些武馆就传统店，人家都跟着一，只要开始工商业社会一来，下两个出国去，出国去了，你就无人学这个物件，但师傅也老了，也凋零了，这边生意就关关。现主席哦，对这个练武哦，已经哪方哦，期待无同啦。哦，那已经落伍啊。要无啦，较早的时阵哦，我当时咧管委的时阵，我这阵武馆哦，会使台湾头走我台湾尾，多一点子。老师有办法去滚起来，要照捡起来，无可能啊，无法哩。所以咱台湾的文化，到尾遐久会无用。
有剩一寡款啊，落底啊，了判落安尼尔，要讲上较大人个，伊就功夫无啊啦。甲我来讲无就无啊，确实。我就想，我嘛一直在讲，我是哪个神啊啦吼？啊，我要五十啊啦，硬滚都唔嘛才15年啦。那就我像安，逐工爱练啦，啊，我就不用受伤啦。这未伤着，较受伤就无法哩啊。啊，加十年啊，无无人，你目睭来受伤着啊，无影啦。啊，未伤着，未无法就是无法哩啊。2009年，高雄世运会上，造成轰动的电影《三太子》，才是一个足侪少年人的心目中，关于他如此重要。哎，反正年轻人也是晚上没有什么事嘛，啊，所以讲叫你来，够哈，靠你过来。啊，你看今嘛？那个那个电影三太子，你看这样样会吹到加一斤的啵，一斤做就闹加笑。他不关闭，你看他哪会啊？他可能就是这种风气，都可能造成的，我上就会。官服、兵器、西头等等，拢是维持一个武馆看会到的基本开销。如果连出殿、练习都无法度工作，这种看袂到的开销嘛算在内。对于传统文化的损失，毋那是干那靠热情就会当传承落去。安这温度无差哦，啊无差，趁车也无差。讲做成家，做成传统，啊！你讲要叫人个劳动，啊，佫无当迄类型，什么在门槛？大家伫即马讲的辛苦，我都叫顾不住啊！啊！你讲上完即马嘛，破坏环境，我嘛是放弃做这物件，因为你无分好这里边生活，啊！你无生活，你免饮食咯。啊！饮食一个半斤重的，阮起工定定就是面筋啦，吼，一张布啊，一包粉尔。啊，有人包上个包，还包两千个啦，包五千、两千、几千块，啊，买三串了，啊，三串就对啦，对。我歹听咧，刚迄只车价嘛加咧啊，卖讲你有诶无诶，啊，对哦，你是无咧计较济啊，你维持一个生活，一个惯诶开销无遐简单啊。啊，所以你变环境，你变来赚白种钱，无你啊肯定嘛袂有无会有开销。咱即种都无在台要来听，你诶钱晕门了，上海个在台要听咧，即个无。嘉父选为98年训练官西丽珍，特由李长的老新法官主，是一个真正率直的武林人士。伊的见解听起来，亲像闭关服兵，实际上只是一针见血，来点出大部分人现实的担忧。你这时间行无得嘞，你开到较少，你一日行，行到我一日行里面，用款来看。这条路你看一个有一个人，一个嘛是有女生在练拳的。一个即马一西嘞，还阁算袂歹。好像因这种创新会自己创新，但是还是要把传统的学的好，学的就是要学到，就算闭着眼睛几年后还可以完完全全找出来，因为。我一般咧甲因教，我无爱一下就甲因教上紧，佫一点就是讲，无爱佫甲伊教新的，就是
我怕说他们没有办法去分辨说什么是 新武术，什么是传统的。但是我都会跟他们说，你传统的你学起来，你要怎么去创新，那是你的功夫。最近他同样说，我刚才说的江师傅出来，结果明明就江特棍，结果出来打法都不一样。对啊，一二五四三二一，为什么跑步都没跑？大家都有跑，为什么你不用跑？他就跑一半。廖国昌都有跑，为什么你不用跑？啊？无采我叫因今日甲你拍拍手。戴妙容，23岁，在雷龙宫龙皮科毕业，全国农业竞赛查某组冠军以及技术师。放弃念大学，伫自愿留一个老爸身躯边斗相共。慢车，我等下准备下，我先下一边的。嘛是2008年世界华人武术大赛亚太区冠军的伊，彼时是纽约的做产人，到下暗摇身一变，成为剑门竞赛馆的武术教练。而总教练这是伊的老爸阿西西。新唐人举办的武术大赛亚太区初赛，阮5个学生啊去，有2个吼得冠军的。啊，两个得冠军的，一个男子组长兵器组是干那长兵器组冠军。在这个女子组方面，迄就是较歹势，就是我的查某囝啊，就戴妙容，伊是双料冠军啦。无论创新还是传统的步数，武馆甲武术维持的方法之一，就是需要有表现的舞台。即便是街头艺人的表演，也则是擂台比赛观摩。台湾武术应该有两种，一种属于……好吧，这个简单要讲内容哦，讲不完啦吼。我只是用这个要让你了解，其实台湾还佫有一撮需要关心的啦吼，啊，这西丽，啊，当然西丽，其实就有人在讲啊，即卖庙会应该多多请一请，这是家己去讲。好，因为时间哇愈来愈紧啊，最后佫5分钟就结束今下哩个迄个活动，啊，这无机会佫讲，我看到。搁有一个所在吼，伊是西丽七巷，我只有即侪车，可能袂得住。我讲，迄个哦对，即本其实足早期，我着即本拢缀我7年啊，8年啊，点暗点啊，就表示缀我即本嘛，无人要看。所以毋是无呢，到即一篇拍出来，已经是2009年拍到今年吼，拄啊好啊这。已经是几年前在写跩故事了，可惜啊，伊找啥物都有写吼。我阁讲一个案例，这案例阁愈可悲。这个可悲啊！今仔日我拄仔收到一本册，有人总算来写论文是吧？我感觉也无可能对，即我看一下啊。哦，美国邮将在台湾，1877，苗栗出黄坑的。采油技术，啊，我看这已经是无人会买的，所以拢干呐我有闲的时加减看看，啊，就甲退掉安尼，啊，无买嘛。但你出版社要得意，就恁甲退掉，啊，无就是变我遮，你看到的，就出版社倒啊，就钱入去啊，啊，迄个册愈来愈旧啊，了就人来问讲，啊，你们做一件事卖旧书还是新书？这几人伊都唔知我用心啊，呢，啊，这要讲啥听着？好，啊，这搁刷来去吼，看看有机会。嗯，
上面做事。那这样一共几局啊？嗯，打这几局啊？卡八吧。共用？够啊，就两个小时多。够 ，OK 的。哎，就画质差一点。反正 YouTube 也是，就看看的。三个月来，24小时不曾间断的辛苦劳动，上亿元的投资，成功与否，都将揭晓。大奖的哦，做亚细亚都嘛个意思，过嘛困难啊，嘛来台湾。这是以前的老油嘞，咱以前熬油啊，即个金门是咱贵厨房从苗栗厨房从这个所在开始。太辛苦，我做苗栗就挺不错，但是一条毛瓜啦，做了要衰毛哎，哎一百块一衰毛。无自由，好得哦。我哋以后咧去自然哦。你若要放伊即个，伊看伊个看迄落下注伊哦。啊，简单是会使。对对对，趁即马咧换了变色，今仔最后的目标，你也是今仔要清仓啦。结果清仓的结果吼，来来来，这桌仔顶的吼，在你扛啦，你要50、100输在你。迄我以前感觉袂歹，乌白买，啊，这是阮以前签只迄个孤山水库八色鸟的衫，都有库存，我来讲，这即马紧摕出来当现金，你也对这衫，毕竟这赚的对啊吼。你家己看，啊，这是交工乐队，歹势解散啦，这就是迄个林生祥嘛。啊，你也要缓和的，哦，归有你行动，对嘛？解散的，今天解散。有兴趣啊？这嘛是啊，好山好水环水库的。但你啊，你也要200多吼，家己弄，吼，保证你赚到啊，吼。啊，这册我看，因为吼，这太多本，这种啊，无啥人怎么看册，嘛是一种能力。啊，这我库存贵啊，箱呢啦，啊，1000。这你也卖100多，迄阵这本也更加350，偌可怜！你看即马哪咧卖几个诶？这天光2280，吼你有兴趣诶哦？啊，这我看这50多啊，这种什么加一些文献，我看你一定未看，还是有兴趣？这我库存不也十箱诶？哦，不要钱，这五卖400多，哦，有兴趣到消息，这是对外真紧张啦吼。而且一定是绝版的。哎呀，不支援变烂了。我今朝想要绝版。你当无摆播放程式？哦。我当个东西的程式。不是，就是为了你的健康。后墙后续上是夫。那个手机表示啊，看你时辰生效。这是手机。资料夹啊。哎，对 ，YouTube 有在播吗？我有放上去啊，但是之前中间有断刃，嗯，是没有录还是？那个就没有过来啊，没有过来。那个原著，他的。你看你这样。他上。哦，Cyber Shelter应该还好。上上上。